右脚往上抬高，好，一个大步往后，踩到你英雄一的位置。好，前面的脚跟会对上后面的脚跟，后面的脚在45度，把你的骨盆转正。好，前腿再蹲低，好，肚子肋骨收，手往上延伸，看向你的大拇指。好，我们停了两个呼吸。最后一，好，手回到中间，把你的后脚转到英雄二的位置，手往两边打开。好，前腿弯，肩膀往后，感觉骨盆往下降。好，又停了两个呼吸。好，让你的左手找膝盖，右手找耳朵，来到侧角式。好，让我们的左手跟右手平行。好，转正，后脚踮，手合掌，来到胸前。好，我们试着把自己推到英雄三，让你的后脚离开。好，让你的上半身往前的时候，脚再高。好，后脚勾，感觉你的脚跟顶上一面墙，尽量保持骨盆正。最后两个呼吸，一，好，把你的后脚并回来，吐气前弯，吸气，双手高举。回到 Samatthi，好，我们换抬左脚，好，让你的左脚一个大步往后，踩到你英雄一的位置，好，前脚跟对后脚跟，骨盆转正，前腿蹲低，好，后大腿往后撑，肚子肋骨收，手往上延伸，好，最后一个呼吸。好，我们准备要把后脚转90度，踩到你英雄二的位置。好，前腿再蹲低，感觉前面的膝盖跟脚跟在一条线，肩膀往后，手往两边延伸，看一下你的右手手指头。好，骨盆再往下降。好，让你的右手找膝盖，左手找耳朵。好，翻开你的左边身侧。好，让你的右手跟左手平行，转身，后脚踮。好，让你的重心往前，手来到胸前合掌，把自己推到英雄三。好，上半身往前的时候，你的后腿再高，保持骨盆正，肚子收。好，最后一个呼吸，把你的后脚并回来，吐气前弯，吸气，双手高举，回到 Samatthi。好，我们接着把你的右脚往后一小步，然后一样踩在45度角，但是它没有像刚刚英雄一这么远，然后一样把骨盆转正，然后手可以的话在背后合掌。合掌的人尽量让你的掌心也贴紧，然后如果你没有办法就合掌的话，你可以选择让你的手肘抱手肘，然后让你的肩胛骨靠近。那如果可以合掌的人，我们就一起在背后合掌。好，把你的骨盆转正，肚子收，胸提，好，尽量让背后合掌的掌心贴紧哦。吐气往前弯。可以先保持前腿一点点微弯，然后后大腿撑紧，然后脚底板踩紧，好，让你的肚子找大腿，
额头找小腿。最后两个呼吸，最后一个呼吸，好，吸气的时候慢慢带起来，好，那我们准备换脚，好，我们换我们的左脚往后踩一小步，好，前脚跟对后脚跟。好，骨盆转正。好，让你的手在背后合掌。好，如果对你来说合掌很轻松，你可以尽量把你的手再往上走，就不用放这么低的地方。好，胸挺，肚子收，肋骨收。好，吐。让你的肚子来找大腿，然后额头找小腿。好，用你屁股往后推的力量伸直，那你会感觉到你右腿后侧有很多的伸展。最后两个呼吸，一，好，吸气，微弯前脚，慢慢带起来，以后再让你的后腿并回来。好，放松你的手。好，我们现在一个大步，让你的左脚往后跨。好，小小的外八，准备往下蹲。好，让你的膝盖跟脚跟在一条线。好，你可以稍微调整一下你脚趾头的位置。然后有些人可能就是很平的时候它比较稳，然后也有可能是需要角度比较小，它可能会比较稳。好，所以稍微找一下自己的角度。好，往下尽量蹲低，感觉你的骨盆跟膝盖在一条线。好，我们用右手推右膝盖。好，左手弯。好，把你的肩膀往下放。好，吸气的时候带起来，换左脚。好，吸。再一次推右边膝盖。好，换左脚。好，我们吸气回到中间。好，我们试着踮右脚。好，骨盆蹲低，肚子收。吐，换踮左脚。好，感觉你的大腿下面这边很酸。好，放松，再一次踮右脚。吐，换踮左脚，尽量骨盆蹲低，肚子收紧哦。好，放松。好，我们转小小的内八，让你的手来到你的腰，把你的屁股再往后推。好，可以保持脚一点点微弯，屁股先往后推，然后再让你的手来找地板。让你的重心往下放，感觉你的重心来到前脚掌，手来到你的两个脚掌中间。好，保持手往内夹。好，如果你的头顶已经点在地板的话，你可以把你的脚稍微再合小一点点。好，那如果对你来说你，就是很辛苦的话，你可以让你的手抱手，然后离地板很远的话，你可以在这边放松。好，用地心引力牵引的方式，让你的后背放松。好，我们也可以停留在这里，最后两个呼吸。最后一，好，吸气投胎，把气吐光。好，手叉腰。好，再慢慢带起来。好，我们现在再一次把脚转歪吧。好，我们右脚蹲。好，我们让右手推向你的右边膝盖。
然后让你的手来到地板，左手往上延伸。好，看一下你的左手手指头。好，如果可以的呢，我们让我们的右手往后抓住我们的左手，然后再把你的左肩转开更多，让你的左胸往上提。停留两个呼吸。好，放松。好，让你的手推向地板，我们换边。好，右脚勾，脚球往前顶。好，让你的左手推开你的左边膝盖来找地板。好，右手打开，看向你的右手手指头。好，可以的人，让你的手在背后绑在一起，用你的左手抓右手，再把你的右肩转开，看向天花板。好，最后两个呼吸。最后一，好，放松。好，我们站起来以后，把脚并回来，吐气前弯。好，双手高举，吐，回到三门 TKT。好，我们来做一点平衡的练习。我们把手叉腰，让你的右脚踮，打开。好，让你的脚跟往上走，然后尽可能靠近你的根部。好，或是用手帮忙把你的脚再往上提更多。好，肚子收，手合掌，想象自己上半身往上延伸。好，感觉头顶上有一条线把你往上拎。好，我们停留最后两个呼吸。好，我们看向一个不会动的点，或是顺着你的鼻尖看向地板。好，准备手往上延伸。好，如果你想要多点挑战，可以让你的视线顺着你的手往上。然后，如果你还是有点晃来晃去的话，还是看着刚刚那个点，比较容易保持平衡。好，我们把手打开。好，让你的胸再往上提，肚子保持收。最后两个呼吸。手合掌，回到胸前。好，把你的右脚放下，转一转左脚。好，接着换我们重心踩在你的右脚。好，把你的左脚打开。好，脚跟往上走。好，可以让你的脚踩在你靠近根部的地方。好，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尽量避开膝盖，然后把你的骨盆摆正。好，所以如果你不太确定你自己的骨盆是不是正的话，你可以先把自己的屁股推出去，然后再把它带回来，这样你就更容易找到你在中间的地方。然后把肚子收，胸提，手来到胸前合掌，最后一个呼吸，手往上延伸，肩膀往下放松。最后二，一，好，手打开，好，胸再往上挺，想象自己是一棵大树，好，最后一个呼吸，好，手合掌，回到你的胸前，好，放松，好，转一转右脚，好，我们再一次把你的重心踩在左脚。然后我们试试看，用手指头抓住你的脚大拇指。好，肚子收，胸挺，背挺。好，我们在下面那只脚的内侧和外侧，你尽量去找到它的平衡。好，再把你的脚往前踢，感觉脚跟往前踹。好，我们的目标是让脚趾头来到你的视平线，但我们就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就先把我们的肩膀先带回来。然后再把它往上提，然后你可以用你的手往内转的力量，把你的脚带得更高。
好，我们最后两个呼吸。一，好，让你的脚去到你右侧。好，一样感觉胸挺背挺，肚子收。好，稳定的人试着让你的视线看向你的左边肩膀。好，吐，慢慢回正。好，转一转左脚。好，我们现在重心踩右脚。好，让你的左手手指头抓住你的脚大拇指。好，先把你的肚子收紧，站稳，再把你的左脚往前踢。好，一样试着把你的肩膀先收回来，脚再抬高，手往内转，把你的脚趾头带到你的视平线。好，准备吐气打开，让它来到你的左侧。好，一样稳定的人看向你的右边肩膀。好，准备放松，回到中间。好，转一转你的脚。好，我们再一次来到垫子前侧。好，准备把你的脚趾头往外打开一点点，然后你的脚跟你的屁股同宽，把你的屁股往后推，再往下蹲，然后手来到耳朵两侧。好，可以的人再蹲低，感觉你的膝盖跟你的脚跟在一条线，然后感觉你的前面有人在拉你的手，后面有人在拉你的屁股，然后把你的背拉长，肚子收紧。好，我们最后五个呼吸，四、三。二，一，好蹲，好手来到胸前合掌，然后让你的手肘推向你的膝盖内侧，打开你的髋。好，我们在这边休息五个呼吸，胸挺背挺，轻轻闭上眼睛。四，找到你的呼吸品质。三，深吸深吐。